曹信有一个问题点、欸、这两个都不错说。嗯，用这个好。曹信都可以，头不用拔。凤铃声呢？可以换这个。好吧，走呗。这冰泥不会自爆吗？会啊。不会的。哎呦，跟我一样的自爆灵。正安，你这么有，这么有把握。没有把握，来国家队示范62暗创哦，从头教无教学，人家从头教学，别拖慢我的脚步，幽环正此约，来吧。哦呦，你比刚刚那个六星比例多了1000血，那有可能，但是刚刚那个六星比例血比较少。首先呢，比你先跨出第一步，事不宜迟，然后我们来再动它，天摇万象。加工，幽环。基本上你只要操作的好，定魂是不会被触发出来的。然后这边跳出来，让你又去收它。我的刀，换兵你去收这边的。请奉神旨，不许。所以哼枪你还是有很多加强的空间的、啊，慢慢来。这个不急，而且它其实有一个比较特别地方是它的视频有那个，有那个什么？幽环正此约。妖精血。山河在。可以再移动两个。前面清小兵的顺序的话，你就会发现我一人就负责一只，是很舒服的负责。国破山河在，人家可久等。那这边的话，他好像会喷这里耶，走位好像不太好。他全能力聚集。对啊，他会喷这里。事不宜迟，给他喷这里也是可以的，我打完之后再回来就好。幽环正此约，哼，别拖慢我的脚步。事不宜迟，天摇万象。我的刀下。那我第三回合可以进圈。事不宜迟，第三回直接进圈。天摇万象，第三回直接进圈，不要犹豫。打暗创62，除了练度之外，哼，别拖慢我的脚步。时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。其实我这边会很想要用小骨鞭法。探一波输出，但是也不太急啊。国破山河。然后走位的话可以这样走。刀剑无眼。接下来这两只，等一下他召唤那，因为他第一回合一定是召唤两只小怪，他一定是召唤两只小怪。人家可久等了呢。
这样子这两只小怪靠近我们的距离才是会是最好处理的。这样子就来修改打法。那怎么修改呢？我先把这个巫蛊琴丢出去。柔情世故，那是柔情世故，事不宜迟，去牵涉这个，等一下会去驱散的，牵涉它。那这边去驱散看看。天游玄月，你看这样子的话，我的那个被动失效就被驱散掉了。没有，有没有看到啊？被动驱散就是把它几率打散掉，就是我们讲的，就是靠时钟去把它几率打散掉这样子。幽环正此约。你释放一个技能就可以打散，就是重置这个参数问题。幽环正此约，幽环正此约。幽环正此约。哼，别拖慢我的脚步。写比较多的给离忧。国破山河在。写比较少的给曹庆。我的刀下没有孤魂。啊，这边好。修改打法，这回合不出去了。别拖慢我的脚步，人家可久等了呢。巫蛊琴，事不宜迟，国破，事不宜迟，事不宜迟。去加点法功就满了。没事，专业的主播就是这样子，遇到各种问题，当下去做解决。那我现在做的解决是什么？故意把曹庆不要补满血，事不宜迟，人家可久等了。这是我的处理方式，这样的王就会去打曹庆。事不宜迟，哼，别拖慢我的脚步。用营生，哼，别拖慢我的脚步。削骨鞭法，我的刀下没有孤魂，刀剑无眼。国破山河在。追心，幽环正此约。怎么样？稍微修改一下就好了。雕虫小技，没事没事的。啊，会不会被烧破、啊？哦，还好还好，你看。完美控血，事不宜迟。这血量多么的诱人！哼，别拖慢我的脚步。啊、不过一个将功都没有，我身上有没有将魔法？别拖慢我的脚步。我靠，真的法术免伤哎。那巫蛊琴先好了，说不定他就爆了。没有，应该没有。巫蛊琴。事不宜迟，我的刀下没有孤魂。下位和合还要再用这个，所以这一回要普攻。所以这边宾利先来。不绝。哇，你看不会自爆宾利多好，真好。请奉神旨。不会自爆的宾利像个宝。幽环正此约，哼，别拖慢我的脚步。国破山河在。会自爆的就是芝草。QQ。这边我想再动离忧啊，因为他下一回合就可以削骨鞭法，事不宜迟，摊点伤害好，偷点伤害啊，不是说摊点，别拖慢我的脚步，哼，别拖慢我的脚步。
免撞太多到爆棚。哦，这个往后射。啊，我记得我是这样打的。我想起来了，我是这样打的，对不对？对啦，那冰离出来。可是如果我的风铃声这个断腿没解到，哼，被断腿就死了，就GG了你。国破山河在。嗯，好像也不会。哇，有解决之道。哼，好好好，别拖慢我的脚步。我先编。削骨鞭法。你出去。事不宜迟。看真的好困难。我的刀下没有孤魂。我进去。刀剑无眼。没事，我有个 SOP 流程，但是现在忘记。没事没事，我现在真的忘了。天摇万象。对嘛，我断腿没解到。那这边的话，让朝庆去。闯王还能陪你两个小时。幽环正子曰：“因为他身上还有回避啊，还没回到、啊，所以他会先去打这个朝庆。”我的刀下没有孤魂。天摇玄月，哼，别拖慢我的脚步。哎嘞，会不会打不死？还真不好说。哼，别拖慢我的脚步。幽环正子曰：“哼，别拖慢我的脚步。”幽灵声：“哼，别拖慢我的脚步。”幽灵声：“国破山河在。”还好没什么问题。不绝。我的刀下没有孤魂。普攻。国破山河在。待机。反击。撤出，撤出。事不宜迟。睡啦，再被断腿我就哭哭。别拖慢我的脚步。巫蛊请好了吧，我还没。别拖慢我的脚步。那先出来。你这个。我的刀下没有孤，事不宜迟。不用了。
去别的地方挂机。事不宜迟，人家可久等了。来这边柔情似骨。朱古琴，哼，别拖慢我的脚步。有营生，哼，别拖慢我的脚步。很完美啊、哦，那给到的东西都很完美。免伤，很完美。我的刀下。没有孤，刀剑无眼。国破山河在，延展。事不宜迟。雕虫小技。啊，进下回合吧。我的刀下没有孤魂。有降伤了吗？我还没有哎、欸，比你会爆哎、欸。别拖慢我的脚步。那我先来。削骨鞭法。神职，幽环正此约，不绝。事不宜迟，国破山河在。事不宜迟。我觉得因为离幽断档，离幽断档，所以给曹庆比较好一点。我是这样的，事不宜迟。我的刀下没有孤魂。事不宜，人家可国破山河在，刀剑无眼。我的刀下没有孤追心。事不宜迟，我操，你还没挂、啊、别拖慢我的脚步。有名声。事不宜迟。不可以，悠悠你不能死。事不宜迟。我想守护这个人世。红沙这关真的不错，不用进战斗，不用奶，我笑了。